提到将泰雅族传统建筑的建造智慧传承给部落青年，新竹县坚实乡新乐村梅园部落的伊凡露营地，先要举办种子师资人才培育成果分享会。现在目前好像差一点就会失传了。我就是想吼，这一次美金来办这个做这个家屋吼，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来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那个。 小孩了，这项计划是由一位当地部落妈妈雅信所发想，透过申请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计划，希望将泰雅族马里光社群的传统文化智慧传承给族人，同时要提升部落族人对土地的保护意识。所以我很希望就是马里光系这一个部分也可以被看见，然后传统建筑这个部分就是有新一代的人。 新一代的老师可以被培训起来，那我们的传统建筑就不会遗失。雅信说，透过计划，目前已培育石磊跟梅园部落两位青年，另外有在外的年轻族人开始关注，甚至增加回流部落的动力。而未来这间泰雅家屋也将作为新竹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的文化教室来使用。罗嘎罗嘎罗嘎。原视新闻比令迪福禄万新竹坚实采访报道。